刚刚有讲的时候有供给那个就是那个医生嘛，但后续也想说很多人会有暑假嘛，啊，其实但是后写一个想法哦，就是圣公不晓得对不对哦，就是说，或许像他以前哦，在天上就是沾了很多有关医，就是医病的这一种哦，所以灵有病哦。你以前哦，啊，或许曾经也就是说在睡觉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常常或者是轻松谈哦。李圣公啊，听到说声音啊，那个声音或者一些某种，反正就是有听到啊，就是说啊，问看哦，候选哦有没有什么那个证，就是说证明或者证照或者是什么，然后想一想啊，候选刚刚有一张就是说啊，政府认证的就是中介师的执照。啊，所以后选到中介哦，就是外劳，包括说要中介人哦，回天堂。啊，所以也要想想说，我们不管做什么职业啊，后期来讲的话，不用去羡慕别人。比如说，那科研一定那种已经哦，就是有那个使命啊，包括说铁男师啊，或者是讲那些圣公，各位浅浅都有那个使命。你也要排除老师说哦，全世界哦，雄鹤精英。可惜但哦，那的时间想必想会一样。啊，所以候选是这样子在想哦，这样子会不会？啊，所以那个可能他也是很厉害，可能也是他在天上就学了很多年的医生，包括说哦这一方面的。啊，下一次的话，大家都在等生命嘛。啊，其他的问题在等时间。我在职业的部分嘛，有点实在就是一生病。因为对哦，那一些我们身体的那个状况啊，你会很透彻了解，是要经过哦蛮长时间的哦那个实际的经验，有实际的经验啊哦，再遇到那个现象哦，你一接触，马上说啊，这个是什么见到，马上会知道。所以那个经过一定是非常的多，不是说只有一次两次啦，一次两次哦，那个都哦，你看我们那个哦检验的哦那个医生啊，很多症状都检验不出来哦，会讲说不明原因哦，像以前会学那个眼睛啊，跑进一粒沙子，然后跑到残根哦去把那个沙子夹出来。哎，然后我问他说，但是后写一个想法哦，他说圣公不晓得对不对哦，就是说不知道原因，一粒沙捏出来340块，我讲哦，这粒沙真贵嘞，很贵。然后我哦那个弟弟的那个女儿啊，在里面当行政人员，用阿伯。你外口的张哥看150块就好啊，他都不赞成我去长庚看，因为他说那个教学医院哦，自然比较贵啊，嗯，他去外面的哦，只有挂号费哦，就比较便宜，啊，所以了解说他们那个医生啊，哦，都是要经历很多的症状哦，断定啊。才会准确，啊，所以在哦我们那个凡尘的那个眼科啊，啊或许是很哦很感激呀，啊，因为有一次啊，哦这个血压是已经飙得很高，啊在眼睛啊发生哦，那个视线啊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那个哦那个东西呈现。那我去给那个眼科看，眼科他就讲说哦，这个哦你要注意啊，你的哦头脑里面啊，它有良性的中风，知道意思吗？就是有中风的前兆，中风啊，中风怎样？嗯，就是说肺哦。
积底下他搞伤济，然后我听了以后，我回去啊就去买那个医学器材，那个采血针啊，对对啊，各位捌看过啊？哦，采血针，然后棉花，然后酒精，然后我们就两个中指啊，中指哈、哦，哦，棉花酒精给切起来，采血针给插落去，咻，噗，哎，飞扬破呢，就是放血，把那个脑哈、哦，那个血啊放出来，就是这两只叶苗就中冲。因为吼、哦、这个手指没有血管，所以你那起无吼，骨架起骨架起都是无，啊那有吼、哦，噗，用喷嘞。所以吼、哦，假如说有高血压又不吃药的人啊，你要准备采血针。哦，脑啊一哦一有状况了，不要动，一动就没救了。我们那个张孝慈啊，各位知道吗？去大陆啊，就是哈、哦，就是脑中风，啊大陆哈、哦、不敢治，把他哈、哦、用救护车送到医院，对啊，就是那个不能动，你不要动，赶快哈、哦、从那个中冲放血，那个症状哦都消失了啦，也中风哦都消失了。啊，那两支棒无够吼，这个旁边呐、啊，哦，还有三支啊，在补强，赶快也个补。啊，本来脑部的血全部消失啊，啊，脑部的血消失，中风的无去啊。这个是当常事啊，哦，所以有很多到进去看到后血，各位先生，一针贴来吼、哦，要甲堵落去啊，迄已经接到吧。你出单哦，出不出来哦？插落去，插落去！哎呦，一疼，插落去，插落去！那个经验哦，哦，很有意思哦。他只要你一扎进去啊，哦，拔出来以后，哦，赶快压，把那个血啊压出来。他无就是无啦，他那有哦也不。不过、哦、各位姐姐有病去找医生啊。我这时候、哦、有病哦，啊乘凉椅，哦，从那个普里的鹰架摔下来，来对哦，我身体里面啊，那个血液啊都变成哦，各位要看个 DVD 啊，高高。哎，已经不会流了啦，它也叮当。你看那个血呀、啊，已经到那个程度。哎，然后、哦、一次放一点，一次放一点，半个月换一次，换两三年哦，才把那个淤血呀、啊，哦，帮我清，帮我清去。所以或者这个命哦，还是很多人救回来的。爱传修理心的阿妹。还经常加咩？啊，无唔知多一天啊，未喘气啊，吼，对不对？我这个形而上的哦，就是在凡尘听不到。哦，大法师讲都无讲到家来，听不到这个哦，最上乘法门。我公司爱加人啊，哦，就是要教哦最殊胜的。